大家好，我是阿坤，今天是12月18号，我现在正在骑着我的自行车从广西的桂林骑去漠河的路上，现在是在河北省的省会石家庄。昨天晚上在滹沱河旁边的一个公园里面扎营，天黑了之后才到这里。现在是上午的9点多，太阳已经这么高了。今天这个天气虽然出太阳了，但是空气中感觉有一层淡淡的雾气。现在早起，我把我的睡袋拿出来了，让它晒一下。昨天晚上睡的时候，早上起来有点反潮，然后我把帐篷的外帐也翻了个面，让它把内层给简单的晒一下。这上面都凝结了霜。今天早上也就不做饭吃了，让睡袋、帐篷晒一晒，然后收拾东西，今天往保定定州方向骑行，去定州那边取个快递。春晚到哪儿啊？这是从广西的桂林骑过来的。从那个暖和的地方骑到我们冷的地方。对，东西收拾好了，每次收拾好之后都会觉得东西好多啊，大包小包的。今天到了定州之后，我会把东西寄走一部分。走了走了，漠河挨冻。瞧一下，这个是滹沱河，冬天天气太冷，气温低了，河面结冰硬化了，冰面上又下了一些雪。今天沿着107国道骑行，107国道的主道上面的积雪清理了，然后这个辅道上还是积雪。这一段路友好啊，就只是自行车走这块应急车道这块清理了积雪。今天的107国道中间机动车走这块路上积雪已经没有了，然后非机动车走这道全是积雪。今天大车又多，我也不敢走，只能走这块积雪多的。现在看一下，车又被雪堵住了，我捡了根棍子来掏一掏，堵实了都，这都硬了。我今天早上收拾东西的时候，我刚把这车给清理了一遍。我的这自行车挡泥板比较长，里面直接堵实了，走的时候刷刷刷的响。就这样吧，简单的清理一下，清理了这么多。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，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，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，让一切喧嚣走远。路边这些玉米下雪的时候也不收到屋子里面，就放在外面晒。还好北方的天气干燥。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浅，
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群湘西归鸟，谁画出这天地，又画下我和你，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，谁让我们哭泣，又给我们惊喜，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，总是要说再见，相聚又分离，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。5点了，天快黑了，在路边买一瓶饮料喝一下。蜂蜜柚子饮料，我保温杯里面装的水冻住了，喝不到。天也快黑了，现在距离我取快递的地方还有7公里，今天先去把快递取了，然后再找露营地。到定州了，现在去快递点，先把快递取上。你好，取个快递。727018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没事，别管你讲。这个菜鸟驿站太不好找了，它在这个超市里面。我绕着这超市转了一圈，没发现，它没有牌子。还好我进去问了一下那收银员，他说就在超市里面。快递取上了一个大袋子，今天晚上就不做晚饭了吧，先找个地方吃个晚饭，吃完晚饭找个公园睡觉，试一下取到的这个帐篷怎么样。包裹就给它捆到自行车前面，先找地方吃饭啊。我看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有个公园，中山公园，吃完饭去中山公园露营，随便找个地方吃碗面吧，或者吃碗饭。山西刀削面，吃个这吧，不挑了。给我来一个单人份大盘鸡面，再来大盘鸡面，13块啊。吃一碗这个大盘鸡面啊，这个面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，看着碗大，其实量不是很多。吃全块肉吧。肉挺好吃，煮得很烂。非常入味。面一般。公园露营去，试试新装备。吃完饭我去那个中山公园看了一下，那个公园不让自行车进，然后我又重新找了个露营地，就是这里，一片雪地里面，然后旁边是居民楼，对面那个马路车也少，比较安静，所以今天晚上就在这扎营住一晚上吧。现在把快递拆一下，这是朋友给寄的。
这是个帐篷，然后这是防潮垫，哎呀，防潮垫里面裹的吃的，狗叫 ，Hello。我靠，朋友给寄了这么多吃的，没事，你好啊。啊，我准备搭棚子。在这搭棚啊？对，我准备在这搭帐篷。Hello。在这休息吗？对对对对。你好啊。不冷啊，在这鞋底料。啊，不冷。简单的把这雪滑一下，然后再搭帐篷。这雪跟沙子一样，不化。弄了一片区域出来，要先把帐篷搭上。这个是新的防潮垫，当地定用，这个也是朋友给寄的。帐篷搭起来了，看一下这个新帐篷，我把风绳啊啥的都撑起来了，看得比较长一点。这个帐篷比我最新用那个多了这么一个晴天，看它这里多了一根撑杆，加了一个晴天，然后可以在这个位置做饭，以后就能防风了。看一下里面，哇，帐篷里面的空间跟原来那个差不多大，要比原来那个应该要宽一点。自由山，感觉比原来那个帐篷大了好多啊！这样看，先去里面把电子电扇感受一下。帐篷长度也比原来那要长一点，原来那个帐篷这个防潮垫垫着两头都是要翘起来的，这边垫上还余了一点距离，这边也余了一点距离。然后看这个晴天，感觉空间挺大的，这么一大片区域做饭肯定是够了。朋友还给远程投喂了这些肉，这个是个肠，这个也是肠，这个好像是只鸡，然后那是三坨，酱牛肉，哇，太感谢了，感谢朋友的远程投喂，这么多，我估计我得吃好几天。这就是我骑行黑龙江漠河的新家了。进帐篷睡觉了，休息。哎呀，休息吧，休息。今天骑了60几公里，最近这几天我决定稍微赶赶路，因为越往后越难骑。现在趁着还没出山海关，没出山海关之前，我决定每天稍微多骑一点。到出山海关之后，可能冷的就速度就要降下来了。再次感谢朋友的远程投喂，然后休息吧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朋友们，拜拜。